古来大德教人一门深入啊，常识熏修，你才能得佛法真实的利益啊！你要晓得，佛法修的是什么呢？已经传授给你了。 佛法僧三宝，六祖慧能在《坛经》里面给我们做了最明确的说明：佛者觉也，法者正也。 生者净也，佛法僧呢就是觉正净啊。我们有没有觉悟呢？有没有正知正见？有没有清净心呢？这三桩事情是一二三，三而已。 如果得到正觉，他的知见一定纯正，他的心一定清净。如果你得到清净心，你一定觉悟，你不会迷惑，你一定是正知正见。佛教法门虽多，有显有密。 由宗门教下了，但是把它归纳到最后，只有三门，就是觉正进三门。这三门呢，无论从哪一门进，都可以。好像我们这一个讲堂呢，有三个门了，不管你从哪个门进来，都一样。觉正进三门呢。 在外面是三门的，在里面是门就没有了，进来都一样了。那么过去在中国禅宗、信宗，它是走觉门，走这个门。